当男人踏进民政局后，静儿，别害怕，从今天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顺利还是失意，我周铁男，我晶晶，都会爱你，珍视你，安慰你，尊敬你，永不改变。我信你个鬼！宝宝，不是说好今天来领证的吗？怎么不领了呀？妹妹，哎，你想结婚吗？想，再想想吧。都说男人结了婚就会变样，不准确。他们从进了这个门就开始变了。宝宝，我没变，别走。姐姐说的对，我妈也这么说过。我问你，我喜欢螺蛳粉，讨厌加酸笋，害怕看恐怖片。我说的准不准？准。进了这扇门就说不准了。那就等进了这扇门你再问我一次。好。你谁呀？我铁男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就是我，我是你的小铁男，你是我的老 baby。 你不要再说话，你这个恶心的脏东西。老 baby 你怎么了？老 baby， 老 baby 你怎么了？宝宝，宝宝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宝宝你没事吧？周铁男啊，你果然跟那个姐姐说的一样，你进了这扇门你就变了一个人。我没有啊。反倒是你一进去就问我是谁，之后嘎你就抽过去了。我又低血糖了，我不能再节食了。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吃宵夜？一天六顿可是你的标配呀。答应我，一会儿领完证我带你去吃大餐，吃炸鸡。好。 Loving youIt's easy 'cause you beautiful. 嘟嘟嘟嘟嘟嘟。不是你一进去你就变了。我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进去好吧？好，你看我变不变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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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谁啊？我天哪！你不是啊？怎么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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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一进去你就不是了，我不要再进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没有一直看着我的眼睛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来，看着我的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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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有点恶心。哪里恶心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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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的有点恶心。周铁男，哎，出去说好吧，来，出去好吧，来，我必须，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你可以变，但是能不能不要变成宋木子？谁是宋木子？是这个组里我最接受不了的男演员。他又丑又油腻。静儿，我怎么会变得又丑又油腻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豫剧世家呀。我爸妈从小对我的身材管理都是相当严格的。那你每天晚上还和我一起吃炸鸡？哎，金大姐讲啊话离太偏，我每天六点跑步你没看见，结婚以后你再看，你看我变不变，当个里个里个浪还真每天。这是你三叔，这是您刘舅，这你二大爷，真正的啥时候生娃呀？哎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娃呀？这是什么娃呀？这是什么娃呀？快快快来来来，什么娃呀？又怎么了？我不想结婚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发现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
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我全家人都会很喜欢你的。我谢谢他们了，我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，我没有信心跟他们一起生活。但是我们结婚以后组成的就是我们的家庭，家人是家人，我们是我们的。我向你保证，之后有任何事儿，我都先听老婆的。我爸结婚之前也是这么跟我妈说的，说他会言听计从，可是结婚以后呢，他只会装聋作哑。好，如果你对我们的情感这么没有信心的话，那今儿这证还是别领了，走吧。哎，为什么每次我在心里喊你，你都能听到？因为我的耳朵最灵了。哎，哎，哎，从今天起，无论你在哪里喊出我的名字，我都听得到。你不会装聋作哑？我只会言听计从。这什么、啊、周天南你去哪儿了？周天南你给我出来，龙他疯了。他真的变龙了。周天南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说话呀，他哑了，他不是装聋那是真聋真哑呀。你又看到什么了？咱们这边就是说给到一个纯纯的会发光的球，然后出来三个人，有一个龙跟着我在这里走调子。我真的有点低血糖了，我们走吧。天南，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，但我必须克服我可怕的想象力。我知道我们两个一定不会把婚姻生活过成我害怕的那个样子。嗯，实在不行还可以离吗？宝宝，我只希望你能放轻松一些，给我个机会，一个照顾你的机会。我要这个机会，我要这个机会。我要慢慢成长，慢慢强大，我要让我来照顾你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你谁呀？你说呢？老婆，我们再出去想想吧。还想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低血糖了？我是高血压了。我是没有想到，为了照顾我，你要变得这么强大。辛苦你了。从今天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如何，我得告诉你，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。你老婆跟那儿取号呢。来老婆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号。哦，二位是办理结婚是吧？对。那个证件出示一下。哦，好。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我尴尬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我喜欢螺蛳粉，害怕加酸笋，讨厌看恐怖片，我说的准不准？准。那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？咱们这边就是一个还没来得及了解。我最怕失去你。Thank you.